7月11日，歌手李荣浩在自己34岁生日这天，向与自己恋爱步入第五个年头的女友杨丞琳求婚成功。李荣浩在微博发出两人牵手照，秀出了杨丞琳手上的钻戒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李荣浩购买的求婚戒指大约有两克拉钻石，价钱是300到400万台币，约合66至88万元人民币。杨丞琳也于凌晨送上了对李荣浩的生日祝福，并配上了一张从后面拥抱男友的照片。